我们又没有挖绿宝。有，我刚，我还有弄个，弄个附魔台。附魔台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哦，这个很刁钻的。啊，我去买。谁挖的地道啊？给的我有点多。你说底下吗？我们家底下吗？尽量花，尽量花。是啊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啊，我上去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鬼？你在他们家啊？不是啊，这个底下有个奇怪的通道，根本不知道是他们挖的还是怎样。没有，我挖的啊，我挖的。他记的彩蛋。我们家底下的是我挖的。哦。什么东西？上面青青石有他们的人哦。嗯，他们在挖青青石，他在挖青青石。好像有人在看你了，有人在看你，有人在后面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一只猪啊，一只猪你在干嘛？你不要拿木头挥我好不好？你很烦。上面的啊，退了，退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没有发光吗？我也去挖个地。有啊有啊，他们都发光。我们都发光啊！哦，我们都发光。都有。关起来啊！哦，我怎么这么后知后觉啊？我的天哪，我老了。嗯。哦，这批快！我看到他们的洞了，我看到他们的洞了。他们在干嘛、啊？不知道，看不懂。有哎、欸，家里，他们有人要来了。下去了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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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。他走洞直接来了。干嘛？等一下，他把自己关起来。啊，往下挖，往下挖！哇，这是陷阱呢！真的很快，我的天啊！他叠很快，他那个面有几个叠的超快，超厉害。嗯，超级速叠网，真的是速叠网哎！叠网啊，不就是买个滑鼠很厉害，一个按钮哒而已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时候问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打职业啦，对不对？直接参与哈记的职业赛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打电竞啊，当职业选手。你是哪一个赛区来的？哦，原来你是从那个赛区来的。哦，想要等放陷阱。我们最右边有一个红色，不知道干嘛。哇，我没有输输了，还有没有输输？我有换附魔台了，等一下回来。好。发现我没有，我刚直接输。你哦好，好。啊，歪了歪了。阿姨，我妈妈。哦。我挖一个陷阱，没关系。哦。这里是到别边的，好啊，没有到家里了，没有去他们家那边，然后爆炸了。啊，干到死！我是不是要先穿个装什么的？算了算了，回到家觉得家里真漂亮。那就在侧边。哎，家里怎么有人？你不要打美女。心啊！哎，家里有一个人。没事没事。那他在干嘛、啊？家里目前都 OK。另外一边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要尝试挖进去？对、哦，你后面都在外面喽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左边有一个。他那个要挖有点久啊。对，我只是想说为什么会从那里。左边有两只哦。他是在。嗯。嗯飙车哦，飙车哦，还没十二点哦。你要干嘛啊？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他退了，他退了。进进出出哎、欸。我下他，我不下他。怎么了？我找到他洞洞了，我找到他洞洞了。抓痒，小心他们发光没了，他们发光没了。嗯，啊，洞洞了，我要把他洞洞堵起来，他坏人，他坏坏。我青金石放一些在家里箱子哦。好。哎，对，他们发光没了。哎，啊，我怎么少一个你？书呢？哦，我书都在这里。眼皮啊！啊，我要掉了啦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疼痛，我们看着你！哎呦，哎呦，哦，那个人还不晓得要怎么找你，哈哈啊！你好可惜哦，你应该把那个路给堵住，有没有？嗯，就可以躲几下。对，他刚你超强，他又在找你。帮死！这你怎么进去的？怎么进去的？你怎么听到他的内心？你从哪儿来？有朋自远方啊！好，我跑这干嘛？我在做陷阱啊！那你在下面挖挖挖，要一需要吗？走过去，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合成，那你就把他收了吗？对，而且是同一个人。有家里有啊！哎呀，你退！哎，要干掉干掉干掉！送牛排了，送牛排了。我怎么找不到路？啊！自己把自己埋起来，怎么会？哦，找到了哦 ，beautiful 的我的。金镐只有效率一哦，我就负几个效率。好，好，我有效率二哎，我厉害。好，
哎、欸，为什么不放贵贵贵？贵贵，因为我穷啊。贵贵，哦，好吧。我就穷，我就穷啊。好、啊，就多我都不知道我等级哪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挖那个青金石来了。对不起，又是大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匈奴服。哎、欸，小雨铁很多吗？你又怎么了？很多。叮一下。哎，隐形刀。叮。叮一下。隐形的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在吸引他，我在吸引他。刚亮一下，刚亮一下。叮我。那个铁针呢？直接打下去。我说叮，你说锵。我想到叮什么？叮叮叮啊！叮！想到我超多。哎呦嘞！耶！哎，我怎么听到那个？两只哦，两只哦，两只隐形哦。加油！阿进，小心，阿进旁边。哦，正前面，正前面，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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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，刚害我看不出来你是谁。哎，我突然间打我，哪来的？哪来的？哦，一只吗？对对对，我来，我来。还有一个是家里的。死了，一只。OK OK。哇，团团你好棒啊！你好棒、啊，他死掉了，他死了吗？哇，团团，没有哇！他怎么在那边啊？我没打死，你怎么？他没打死，他没打死，他下去下面。你这样子，你怎么到不到效果啊？你这样有我跟着他，我跟着他，我跟着他。哇，团团，哇，是有点边缘的、啊。哦，你在下面弯、欸，他不知道怎么下去。我们家下面有人，我家下面有人。嗯，我们家下面有一个。我搞成坏了啊！我你打我搞成坏哦！哇塞！来换我了，换我了！啊，我们家下面很多人，家下面两个，哇，很多人啊！哎呀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吓死，吓死，吓死了啊！等下我要防御哦，哎、欸，需要防御吗？需要防御吗？砍他，砍他！哦，两边都有人在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挤，很挤，这个喷很多东西、欸。哎呀，哦，你们都来地洞战啊！这是真的是地洞战了。哦，巧克力嗨！哎呀，吓到我，吓到我！我已经满了，我已经满了。你满满了，那我去吸，换我吸，换我吸。在哪里？怎么还有抽奖仔啊？真的是抽奖仔，抽奖仔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谁家的僵尸卡？哎哎，左边三个，左边三个，左边三个。我身上只有书可以。他们还在努力走。有那个地洞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贵族，你怕吧？你怕吧？啊，他掉下去了。反正嘉玲的箱子有那个、哦，他左边上个洞，我才刚堵起来、欸，这个洞。神奇的，左右来了。我才刚打完，你在干嘛？我觉得这手下好玩。来来来来，我无敌，我刚复活，我无敌。我们家底下深处又一个。啊，底下是深怪装吗？底下深怪啊。真的在超深的地方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金镐？我想塞自己。有箱子自己拿。啊，蛮严重大家的。我不要付一下。有没有要当抽奖？都只有效力一的，问穷。效力一可以，效力一 OK 啦。效力一够了，比我刚刚铁镐好多了。你刚刚用铁镐挖的。对啊。哇，我要来当，他今天要不要当抽奖仔？对，下面那个挖好久，好可怜。对啊。自己上来，没有要下去找你的意思。等一下，快挖完了。快挖完了，它会长吗？它会再长啊！它会长下来啊！它会长下来啊！哈哈，我自己的强迫症。哦，哪里来的包呢？上面。不要炸到我的书柜哦！差一点哦，我觉得有机会哦。哦，经验喷泉，稍微会跟你翻脸哦。有一个在上面呢。对啊，他一直在挖，他想用炸，他真的想用炸的。下路又怎么搞？下面有一个人、欸、上面是有怪物是不是？对，哎、欸，他以为挖开来、啊、我就补回去了。基本机这边直接上僵尸啊，僵尸又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放我上去！哎、啊，怕了，怕了。上上下下。哇塞，挖一轮，全部都是清音效果加倍啊，好爽哦！哇哦，哎，啊，有人要来了，你要被打了，有，在谁要被打？谁要被打？臣妾过来啊！干嘛打矿工啊？哎，不要打矿工，我们只是没被矿工打过，是不是？没被矿工打过，
那矿工生气了、啊。那上面到底想干嘛、啊？矿工联盟，矿工联盟。我觉得他应该没有炸了，他应该没那么多。他到底想干嘛？这个人到底想幹嘛？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你要铁矿吗？他等着我一样。我说我挖了，挖了，挖了。哎，你要搞高吗？我的效率又搞高。我效率，我效率一啦。下面这个人到底想干嘛？我只能带一只走而已。好，那你效率一的丢给我。啊，好，那就给你。还有一把哦，看你要谁。我的。哎，僵尸，你不要跑下来啦！你跑下来干嘛啦？哎呦！一点声音。我都看对面都好近，哎，哇！我、哦、他们哎、欸，有人把僵尸杀死了，一直在这里。哦，没有，他自己死掉的。我们的书柜有了吗？哎、欸，一点点，有一些。我三十五的，一个六个，我三十五的了。他刚刚那个经验就只有我在上面吸啊。哇，你一个人在那边吸那么爽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超爽！我借吸一下吗？对呀、啊，公傻。哎，他们现在是都在弄家里呀、啊。我要把那个……可是我觉得他们家从下面去还是很 OK。嗯。这里怎么一动？这个人到底在干嘛？因为他们几乎都只是在上面而已，他们下面没有。还是抽奖，抽奖，对对对，抽奖。就还抽奖，还抽。抽一下，有人都给我钱了，不抽白不抽。不怎么不要扣钱？你怎么扣钱？本金不要给他钱，为什么给他钱？钱被吃掉了，钱这么多。啊、你召唤师哦，你不能拿铁的。哦，铁剑铁斧不行，好不好？铁剑铁斧不行。你看我拿，你想要铁斧是不是啊？给你啊！把箱子里的铁制品都给他了。本金一个吃多吃气啊！他们没有发光了，发光没发光了。没有，我剩最后一个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啊、我盯着下面那个人了。上面有人吗？上面有人好慢啊！上去了。我用我的眼睛盯。哎呦，不行，这是架伤人。我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我的黄金刚用完了。哎、欸，雨燕总在那边。什么用完了？用完了。他都拿去赌博了。家里左边有一个那个。可以。哎呦，开工喽、哦！不是不是不是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、你有另一条路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铁矿，小雨，好好好好，哇，这几下，哇！看、哎、到你都麻了，没事没事，继续，他找不到你，他找不到你，好了，我死了，哎、欸，我在你够赚够赚了，家里他们家里人有够多嘞，好笑、哦，要买什么啊？买那个钻呢、啊？赌博？哦，可是我买了啊，钻，你在干嘛？哦然后买一百万钻，我在抽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买个 TNT， 钻石。买，尽量买。一下啦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刚有拿到对面掉的鞘翅。你给我这条。哦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怎么这么强？这种抽奖经验值。我就是看到那个，所以才说是抽奖仔啊。不用啊，我不用输啊、哎。抽完了，了我只是给你打招呼。钻石七颗，然后。看哦。哦、我只抽到一个好奖而已啊！你很烂哎、欸，花钱，哎，花钱仔、欸，家里这边矿洞还有四个 TNT， 你们来过来，四个 TNT 怎么那么多？没了，然后箱子就是那个三边的，刚拿回来怎么样？下去，然后刚又买了一颗，嗯，刚刚什么声音？哎，奶猫鸡的声音，鸡。喂，在你后面啊，他以为是隐形人在打他，我在后面射他射超久。前面、欸、有人定有隐形人打我，在做坏事。哇，射程搞要坏掉了啦！我搞怎么这么快、啊？为什么你的搞你来找我来找我？超容易坏的啦！好了，你打我。你是不是路都用那个金镐啊？对，因为我没有稿了，我不做一只铁稿。对呀、啊，我你这个做一只铁稿啦，好怪耶！晚上喽，晚上你是无头骑士喽？对啊，无头骑士哎，无头骑士，哈哈哈哈哈，收头啦！那个，传传来铁矿洞来。哦，是是是，哟、哦，你、哦、nice， 哦，给你，啊，给你一只这个啊，你挖路可以。阿基，阿基不行啦！哇，赌的东西都没了，再赌啊！赌了什么？你赌了什么？
他在干嘛？这个放声的那个，他就环绕音响，环绕音响，被他去绕了一圈了，不要让他绕了一圈。拿世界冠军了，拿世界冠军了，世界冠军。他动作好快哦，哦，他是很多个奴役起色。对。首先，你想感谢谁？完了。对啊，你想感谢谁啊？巡回演唱完一轮。坏掉了，坏掉了。哎、欸，不讲了。哎、我们上面有人啊！哎、完了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冲过头了。干嘛？冲过头了。哎、你在讲什么？不算矿啊！200，你有死吗？不算矿啊！没有。我不小心冲过头了。你们可以捡到东西吗？20多个绿宝石 哦。记得挖矿啊！记得挖矿啊！借我铁镐！借我铁镐！我有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这是干嘛、啊？